羊怎么都睡觉了？我就打开来看看。今天要去安全遛，也是遛娃，一周都是以遛娃为主线。新西兰的安全带坐在后面，也必须是要带上的。如果不带呢，被警察查到看到就是罚款几十块钱，几百块钱人民币就没了。正属于全民公园，然后就是大家可能都在新西兰的人都会来过，这里面就除了可以看小羊啊、小牛啊、跑步，还可以烧烤，可以自己带食物在这个烧烤区进行烧烤，免费的。所以呢，如果大家是来新西兰，就可以来这儿玩一下。宝宝睡觉了，现在我就可以开始偷吃的快乐。和我的这个餐呢，是家人帮我点的，我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现在我就打开来看看，上面写的是寿司。看似是一份韩餐，因为韩国店它也是做寿司的嘛。韩餐又好吃，肉又多，还有很多的菜。筷子散落在这里面，我还是拿自己的吧。我觉得它应该是很好吃的。好吃。这个饮料是我平时觉得还挺好喝的，它不是说那种特别甜的，但是又有那种甜味，其实非常足。是碳酸饮料的快乐。7个小时吧，然后到时候保温一下，不用保温。